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七龙珠 Fighter Z， 然后呢，这一次呢，这一集可能就可以知道为什么21号会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上一集呢，就是的结尾啊，影片的结尾有说明到16号呢，准备要说出这事情的原委啊。那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交代清楚，说21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16号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啊？今天这一集或许可以充分的做解释啦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现在先，我们一样只能两只角色，装备也都装过了，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Ready，Let's go。先踢个踢起。还给我集气，集什么？哇！哇，要洗我！哇哇，反击了，反击了！太夸张了吧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吓死人了！来，醍醐灌顶！哇，被挡下来了！再提一次，醍醐灌顶！超级醍醐灌顶！好，复制人比克，我应该换角色了，回一下血。哇，一飞过来就被敲是怎样？哇，我的动作好好笑。哇，大哥，别这样子，太凶残啦！麦阿尼尔吧，我按错了，哇！哦呦，好险！我炸！哇！终结你！拜！哇，被撞飞了。我觉得我们16号是力量型的，那攻击速度慢，但是每一拳伤害都蛮高的，我觉得。吃我这一记，怎么用不出来？哦呦，凶残哎！哇，我按错了 ！Oh my god， 还没换下赢了，我又弄到自爆了。那16号又去啦！16号是个自爆兵欸，打不赢一言不合就自爆，有必要这样吗？终于要充分解释了哈，终于。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这种地方啊？虽然我不清楚确切的数量，但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研究设施。那21号呢？他在另一间休息，应该等等就恢复意识了。对啊，21号到底什么人啊？他是融合杰出研究者与无敌战士细胞而制造出来的，又是一个复制机，一个魔人普物的概念啊！应该是说，应该就是西鲁的概念啊，就是基因改造这样子，超越赛鲁的究极生化人。你看，你看，超越赛鲁。赛鲁经过孙悟空他们战斗后成长的结果超越我们所知，所以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制造，就是有点类似说，获得了西鲁的这个数据之后，就再度的制造出21号出来。他潜藏的力量甚至超越成长过的西鲁。西鲁变成实验对象了。而最棘手的是他猎食的欲望，他能藉由猎食生物吸收能源无限成长。哇，那这样以后连他如果把神给吸收，他不就更强大了吗？超越西鲁的怪物，为什么他要用猎食来才能吸收能源？这只是我的猜测。有一部分移植到21号身上的细胞相当容易失控，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跟魔人普那个部分有关系吧。他的猎食欲望拥有自己的人格，就是双重人格啦。如此的凶恶。还有一个人，这股欲望想控制身体，然后21号拼命的压抑。那16号，それほど危険なやつに。为什么你要效忠这么危险的家伙？没错，21号亲手修复我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我能阻止他失控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全くあんたらしいね。どんなヤバいやつでも。你还是会服从。哎，怎么感觉十六号就是一种就是，贴身保镖的概念呢？他是有点像是守护型的机器人哦，保卫型机器人。然后十八号跟十九号呢？哎，不对，十八号跟十七号呢，比较像是那种战斗风格的。十六号算是那种保卫型的。但你居然愿意解释这么多，这可不像你啊！我不觉得你服从二十一号，只因为你被命令而已。我突然肚子有点痛，想去大便，有没有啦？やれやれ、お得意のだんまりか。又不说话了。昔に戻ったようだな。又看来又回到以前的样子。まあ、そのうち喋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。後で聞かせてくれればいいさ。啊，十六号总是沉默不语。それより、今は捕食衝動を抑え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压住他？何か方法はないのか？な。そのために利用しようとしたのがリンク。用连接系统去控制二十一号，会不会是这样子？他想要讲的应该就是使用连接系统控制二十一号吧，让他里面的坏人格被控制。リンクシステムは连接系统本来是由盖洛博士开发出来的。彼女はその仕組みを利用して二十一号想要利用这个系统控制自己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リンクしたからってそんな簡単に制御ができるものなのか？俺にも詳しい仕組みはわからないが、わかんないな。リンク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、精神を上書きするのと同じこと。重新改换了一个灵魂，所以说可以把他的坏灵魂，把他的那个另一个人格覆盖吗？リンクした人間が可以自由操控原主的身体。我知道啊，不要讲屁话了。なるほど。自分に反抗的なやつも。リンクを使えば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ってわけか。那让我去控制二十一号不就好了？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巨乳正妹。あのクソジジイの考えそうな。真像臭老头会做的事情。干！你是不是有读心术？你怎么知道我想做这种事情？你这样不太对哦！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！你闭嘴！だが、リンクの状態を維持することは想定以上に困難なことだった。想象中的还要困难。普通人間の精神は一般状况下，人类的灵魂无法长时间脱离自己的肉体，但是我可以，好吗？因为我是主角。たとえリンクできたとしても、一分と持たず精神が元の肉体に戻ってしまう。18号の中に十八号中身体中的人，对我们来说是无法解释的存在。怎样呢？我是不是很屌啊？それじゃ。はじめからこいつの力を利用するつもりだったってことか。你们要出多少？你们要利用我的力量，要给钱啊！そう思われても仕方がないだろう。今まで黙っていたことは申し訳な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る。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隐瞒的啊！为什么要隐瞒呢？而且又是自己人，十六号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这个东西讲出来不是比较好吗？你是不是就是那一种？啊，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说出来，自己承担的。你以为你是在演什么？你以为你是悲情中的男主角吗？你不是好吗？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隐瞒的？そのリンクの才能は21号にとって最後の希望だったのだ。你讲出来，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嘛。啊，你什么都不讲，然后在那边讲说对不起，不该隐瞒的。你等一下是不是又要隐瞒我们什么？どうか今はこのまま力を继续将力量借给我们，可以啊。真让我吃惊！这种情况你还想帮忙吗？看来你真是个超越我想象的烂好人。因为是二十一号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可以。リンクを解除する気はないんだろう。結局はどう転んだってやるべきことは変わらないさ。もし21号の捕食衝動が強く、二十一号的猎食欲望变得更强，现在的你也无法阻止他吧。我们需要你变得比他还要强大，哦，比现在还要强大。全くついてない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要多强就有多强啊！脚本设定改一改就好了。俺たちはとんでもない貧乏。看来我们抽到了一支不得了的下下签。好啦，我会加油的，好不好？哦，赶快把他打一打吧。
我觉得他这一次这个篇章可能会比较短哦，真相篇嘛，应该不会像之前那么冗长。我觉得，喂喂喂，大哥，别这样，大哥，我快死了，大哥，换角色喽，去死吧！每一只都好强哦，都不能忽视呢。稍微松懈一下，就快被连到死了。连到大哥，快撞飞！撞飞你，撞飞你！呜，撞撞弓，哇，撞好撞满！哈哈，从头到尾撞好撞满。悟空，悟空，来来一个自爆好不好？还是来一个小自爆？其实十六号还有另外一个大绝啦。啊，这个是十六号另外一个大绝，这个就没自爆了。哦，不过这招也蛮痛的，就是了。哎，换角色。嘿 ，KO。可恶，没有用到大绝，结束了。啊，二十一号的样子很奇怪，和他连接看看。喂，我突然敲这样子，我直接到他身体里面嘞。幸好有你在，我稍微冷静下来了。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。为了让十六号更担心，啊，为了别让十六号更担心，我得努力加油才行。再这样下去，修复十六号的意义都没了。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你失控吧？这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目的。但是光靠十六号不可能压抑的那个残暴的欲望。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。这样你孤单寂寞觉得冷，你可以找我啊，不一定要十六号嘛。我愿意让你修复，但他看起来无法理解。对我来说，十六号只要陪在我身边就很有意义了。干，你喜欢十六号？哪里过来？原来你们是情侣啊！我可以横刀夺爱吗？啊！哇，后面的越来越敷衍了哎、欸。感觉剧情铺陈没有这么的，没有这么的有就是排场这么大哎、欸，都是那种一短篇短篇的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，这后面越来越肤浅了哦。Get ready, get ready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解我的招式了，哇，伤害好高。哈哈，十六号来干嘛的？干啊！我要死了 ！Oh my god！ 他们的攻击是怎样翻倍？是不是？天啊，剩这一位了，十六号大叔，大叔，撑住啊，大叔，大叔，炸死他，大叔！啊，防好高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强啊！我还要面对两个，要打到民国几年啊？哇，还有两只，还有两只，拍一爬，拍一爬，先放个大绝，哇，大绝没有摸到，我就要先死了。哇，好痛！天哪、啊，死定了，怎么那么难？我操！撑撑住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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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撑住，撑住！有了，哇，这招帅，这招帅！完了完了，剩这么一咪咪血量，看一下霸气好了。撑住，撑住！炸一下！哎呦喂啊！不要输，不能输！可恶，没抓到，该死了！甩！啾！还是我的正义铁拳来的厉害啊！哦，好险，差点输掉啊！要死哦！还好这是头目战，头目战真的好强哦！
怎么又要跟他连结啦？啊，没关系，剧情所需。我觉得和你在精神世界中聊天，发作的频率好像稍微降低了一点。这句话叫病由心生，也许只要心情稳定，就能比以前更压抑发作。感觉他等一下就要暴走了，剧情所需。但我这也不是生病就是了。现在感觉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玩恋爱养成游戏，有没有？有你的陪伴真好。我要抛弃16号了，你还是你来陪伴我好了。人类在要输给这种欲望时，都是怎么撑过去的呢？你本来也不是，不也是人类吗？靠意志，果然是这样的。心情果然是关键的。我好歹以前也是人类。加油加油！那才刚讲而已，暴走了。好哦，我觉得他这个真相篇比较着重于就是我跟机器，我跟生化人的互动是吗？怎么感觉这真的走向在恋爱养成的感觉啊？好哦，21号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啊，你看又这样敷衍了事，那又到下一章了。我懂，完蛋喽，我们血量剩下一点点。呵呵呵，这个头目战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啊！镇住镇住，一定要打赢！我从来没有输过。这个头目战，我一定要赢！哦，好险！快点快点，这下消对方的血量。Yes！ 哦，这样还好，就被二打一了。镇住镇住镇住！放个大绝，哇，打不到，跑掉了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撑住撑住！哇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哇，只要让他一抓到就是一套，完了死定了！还真的一套嘞，还真的一套！哦，完了死定了！哇，被秒掉了，没关系，比克快死了。林北暴气！呀呀，死呢！哦，好险！我还以为我打不赢呢，好恐怖哦！啊，终于打完了，还好还好，胜利胜利胜利！好，我们又要去看一下我们的21号了。啊，真奇怪啊！我还以为发作次数减少了。啊，他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被制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虽然不能接受这个体质，但我也不是没有任何疑问。如果我制造我的研究者还活着，我就能直接问他了。他已经死了吗？虽然我不清楚死亡的原因。优秀的天才，谁啊？不要跟我讲说是那个丁小雨博士，那个博士哦，啊，品行名声有点，谁啊？他应该也不会告诉我答案吧？就算他回答了，我说不定反而会觉得没问还比较好。可是制造他的不是盖洛博士吗？奇怪，难道他不知道盖洛博士？还是制造他的另有其人，那个另有其人啊，口吃了啊，剧情又没了。今天这一集到底在做什么？看没有哎。冲啊！每次打到后面头目战，血量都差不多快见底了，太刺激了吧？啊，只能使用这一招奥博连技打败他们了。不然难打死了。喂，轻轻松松。好啦，是因为刚好都打到他的位置，打到他的弱点。Model。Oh my god！ 接招喽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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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欧啦欧啦欧啦！江内白。哦，这招真有够痛的。踢飞你！踢飞你哦，一打二不错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暴气好了。
以防万一开个爆气，反正爆气开了都已经是 BOSS 战了，该开了。 Oh my god， 斩念来自爆一下好了。 Bye， 哎，居然没自爆到，可恶。 Bye。 太棒了，哇，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完结了，他这个后面带的好快哦。哦，我们要去找21号了。欸，没有，直接进入动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样。悟空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出现欸，都是我们的剧情。看来你已经激发出18号大部分的力量了。但哎，他也很习惯战斗了。你们连接频率也稳定地提升。哦，是谁？这个气功感觉，悟空吗？哎，就是西鲁。终于找到你们啦！噔噔噔噔，西鲁，西鲁，全員揃っているとはな。你们也被那女人操控了啊！お前たちもその女に操られている。被操控？何の話だ？我也有几个合作伙伴，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，都是21号在背后操控。可是他不是好人吗？我想应该是我做的没错。啊？为什么？21号以前被欲望支配时所做出来的事情。哦，双重人格，我连复活塞鲁的方法和目的都不知道啊！他就是被控制的时候用神龙复活他的啊，制造人工灵魂以及使用连接系统的痕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种双重人格啊，在现实社会中真的其实还蛮让人觉得怎么讲可怕吧，因为。你永远不知道他做什么，而且总是 超乎你的想象，因为两个人格不一样嘛。他可能早上是这个人格，晚上又是另一个人格，你就等于说你好像是同时在跟两个不同人相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另外一个人格醒来之后，之前的人格就忘记了，就身体里面住两个灵魂。哦，这种我有遇过这种朋友，就觉得说，嗯，他到底是谁？哦。就是觉得还蛮恐怖的感觉，哪天做出奇怪的事情，你会觉得说，欸，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是还蛮可怕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做了这么多，竟然不记得了。这笑话真好笑啊！直接靠西鲁了。就逼你想起来。来啊，嫩逼。这就是我真正的力量。哇！居然能发挥到这么大的力量！他的连结是人工灵魂，不肯激发出这种程度才对。等下被他反噬了，是不是？已经被我压制住了。在这个世界的西鲁居然可以成功压制住灵魂，好，跟前面完全不同。那你，就是这样提升连结率的。我才不管他怎么运作的。哇，他已经恢复原本力量了。好，再次被吸收。ダメだ21号。不行，不能让21号战斗啊！不可以。这就是爱啊！我要用它来战斗。哇，这个胸部我可以。
哇！变身了，变身了，把另外一个人格逼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好辣、哦！哇！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吗？很有趣啊！哎，他变身不会变另外一个人格哦，所以说这个是好的，好的二十一号。我觉得他打一打之后，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格了。最强的生化人就是我！我开战了，开战了！阿斯，哇，赛鲁来吧，杀爆你！耶、yeah! ！哦呦，有点强，这家伙 ！Oh my god！ 麦亚尼，麦亚尼，谁呢 ？Dude 的，直接把你连死！西鲁算什么？算什么咖 ？Oh my god！ 不要！去死吧！你只有一只而已，非常好对付啊！拜拜。我、哦、还没死啊，这么硬。KO， 那结束了。哇！我居然会输！真是的，我们全部一起上，还被打成这个样子。Oh my god， 西鲁太强了。哇，二十一号。哇，他忍不住要吃下去了。Oh my god， 二十一不行。完了，他们也没有体力阻止他了。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呐、啊。哇 ，GG。快点，二十一号连杰，快阻止他。哦，我会去阻止他的。快点，快快快。哇，被弹出来了。这连结失败了，是不是？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啊！哇，谁？是谁啊？这个感觉像是……哎，十六号，十六号开始反击了。我要守住约定。我？不要妨碍我！哇，十六号该不要领便当了吧？哎、欸，这十六号是不是要领便当了、啊？哇，又要死了！哇，拜托，守护二十一号的心啊！哇，又挂了！我的天啊！继那个饮茶之后呢，十六号呢？啊、也是一直死啊，干太好笑了吧！哇、啊，毁掉了，十六号死了。你做了什么？十六号为了你。哇，他醒来了。GG。哇，怎么会？哇，暴走啦！双重人格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两个人格乱入，等你清醒的时候发现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就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很后悔。哦，怎么了？要爆炸自爆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自爆？哎呦，变成另一个人格了？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等一下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会有另外一个他跑出来了？这邪恶的吗？怎么从中间窜出来了？这到底 what happened？ What happened？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，两个二十一号哎、欸！啊，出来了，坏的！哇，你是？别装傻了！不是一直压抑着我吗？马萨克，我就是你，我是另一个稍微贪吃的你。
后呢，某一人的人物。你哪有稍微，你们就超级贪吃，好不好？あんたに邪魔されるのも。再不过，你再也阻止不了我了。誰にも止められないわ。我要单飞了，单飞了。そんなこと、私が許さ。残念でした。很遗憾，你的力量几乎都是我的了。こんな風に。哇。Oh my god。哇，他要把希鲁吃掉了，希鲁变祭品了，可爱的甜甜圈，怎么可能？哇，把他吃了，好吃好吃，不要，恶心，吃到都高潮了，哇，他力量暴增。吃完就征服了，我的天啊，哇哇，整个颜色变了，纹路跟着变了，花纹变成这个样子，感觉好像得病了一样，有没有？中毒了，开始长一些奇怪的斑纹了。这就是猎食的力量，光靠猎食就能变那么强大吗？变强了又怎样？就为了这种事，十六号死了。再带你。而且明明错的是十六号。啊，你敢！哇、啊，太快了，连音效都没有。没事没事，就只有这点力量吗？予想以上に弱っちくて、私がっかりしちゃった。そんな。GG了，哇，一个黑一个红。悪いけど。做区别的。之前那个前面两个章节的二十一号坏的根本就没有变过颜色，这次故意做区别。まずはあんたが。私を邪魔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ないと。首先得确定你无法再继续妨碍我才行。というわけだから、またね。啊？他走了？他不是要杀了我们吗？没有哎，就这样走掉了。What the hell？ 结束了。哇，这样子二十一号跑了，敌人的那个邪恶版本的，啊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拷爆他吗？把他解决掉。全部。全部都是我的错，还是他诞生的事，全都是因为我太弱了。那你把他们两个吃掉啊！把你们吃掉，我就变强了，对不对？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すべて私のせいだから、私が自分の手で責任を取らないと。戦いに巻き込んだ私がお願い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い。我知道我没有立场拜托你们，但是拜托了。我需要和你连结啊，要跟我连结是吧？可以，你要几次都行啊，真的。只要是妹子都可以。好，尽管使用吧。啊，你也变得很有气势了呢。用我的身体战斗，让你连心灵都变强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没有，只是只要是妹子，我都可以连结。好，然后如果是男的就算了。好哦，我飞呀、啊，飞到你的心里，哇，欧派就是爽，好大的欧派啊！啊死！连结了吗？啊，非常感谢你愿意帮助我。时间紧迫，得赶快追上他。你想一个人去追吗？他们两个要帮忙。还不如主动解决他。你们。ありがとう。十七号さん、十八号さん、あの人は。我想他的目标应该是遍布世界研究设施的其中一所，为了解决自己的弱点。他有弱点哦？什么弱点？
只要抓到他就能够知道一切真相了。それじゃあまずは奴を追うとするか。那么出发吧。哇，我的天啊，居然还会有分身，宋七力啊，那么屌、哦。